弟兄姊妹们，主内平安。今天的圣言选自若望福音，记载的是耶稣受难前对门徒们的嘱托。耶稣对门徒说，你们心里不要烦乱，你们要信赖天主，也要信赖我。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，我去原是为给你们预备地方，如不然我早就告诉了你们。我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以后，我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，为的是我在那里，你们也在那里。我去的地方，你们知道往那里去的路。多默说，主，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，怎么会知道那条路呢？耶稣回答说，我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除非经过我，谁也不能到父那里去。这段肺腑之言道尽了耶稣给予的希望，不要因为苦难的到来而心里烦乱，也不要因为看不到耶稣了而感到伤心难过。一切自有天父照料，只管好好的信赖天父，也信赖主耶稣。苦难和死亡是必走的一条路，将要去的地方，主自会来迎接，带着去。主说，那是父的家，并且有预备的住处。可见，主已安排好了一切。我们能做的就是好好的信赖他，按照主的话，活出真理，活出生命，必然到达天父的家。主耶稣，我信赖你，我相信你的许诺是真实的，我渴望回到天父的家。求你坚定我的信赖之心，一心向往天乡，与你共享永远的美好生命。阿们。